那个阿宝跟阿凡，你们两位听一下哈，把你们以前会的东西哈，先暂时放空哈。啊，把你们以前印象里面的、记忆里面的钓鱼的那些先放空一下。啊，先听听我们的队长阿婷跟阿凡，啊，现在重新教你们的东西。因为现在那个线组都比较细哈，所以你们扬竿的动作、收竿的动作要稍微练习一下。叫凡哥、叫婷、阿婷，您示范了，您看一下吧。啊，不然就容易的擦鼻混了。所以我说，你以前的那些动作什么，通通先暂时把它先忘掉。因为钓细的线组的时候，有一些动作要特别注意的啊。那力道的掌控很重要了，因为现在线组比较细啊，跟你以前玩比较粗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。用以前的力量的话，你今天这个就没办法玩了啦。所以我说你要先把之前的那些动作啊、习惯啊，暂时先忘了啊。你可以请凡哥稍微示范一下，然后你看一下，慢慢的去练抓那种感觉。你手控，他的我甩不出去。你上面。哦，不是杆子的关系啦。对啊，哎，是啊，好，阿宝出第一杆了。